家里面有很多三猪、三枪、三羊的头的骨头，头骨会不会讲？头什么头？不是家我家里面有很多三猪、三羊、三枪的头骨。等一下啊，都弄什么？沙巴呢？嗯，是啊。怎么讲？沙巴木，沙巴木，拉拉比，米勒巴达波亚。Tunuh, kelang tunuh na dadak bi. Sapa mo ni kang milit pada boyak kelang tunuh dadak bi. Oh, ni jauh. Oh, ni. Papa, 常拿三枪的血泡酒喝。妈咪，爸爸，爸爸，爸爸，好，哎，不是爸爸了哈，好。爸爸去山上会把，好，好，以前的德古会把三枪的血拿来泡酒喝，这样。以前，收看到，德古。Ngalih nak ke dalam so milik ni pada orang berguna. Sancu Yesus, oh ya. Dalam ni berguna, makhu nak sinau. Tuhan, teruku, tak milik ni pada ni, oh ya. Dalam nak ketun ini berguna sinau.Ketunan ni, tepungun nasi nak. Nau kedalak nak? Kedalak nak. Ya, ni zizi zai sung sung ipi, hui puan? Tai nan de, de. Hui nan de. Hao. Nage. Sama da wo, sama da. Sama ge ge chang chang da wo. Nage, nan de shi gang gang de, ni hui jiang. Oh. Oh, ni yang xue zai ju zhe. Ha ha ha.哥哥常常打我，怎么讲？苏兰莫，你爸比亚克不是亚克？苏兰莫，你爸比亚克，比亚克。我喜欢住在富士的基旺，怎么讲？你说我是你吗？什么？马六婶，五三木雅婶。哦，我说，我喜欢住在富士的基旺，是一个女孩子基旺。木雅婶，那个姑爷是陈安妮呀，是啊。来。我喜欢住在富士的基旺。姑姑，女孩子。姑娘，不是俺，大飞姑了。好。那个哦。德鲁古结婚会杀猪拜祖，祭祖灵怎么讲？就是他说德鲁古结婚会杀猪拜祖灵，拜祖灵。不是吧？不干呀！不干呀！一公可他爸爸一直不干呀，他一直做错。是呀，是呀。哦，给给公哦，阿西卡克马洛吉巴布。你的干呀，罗德。Gaya, Oda Gaya, Oda Gaya, Oda. Dia kata, dia kata. Oda Gaya, Oda Gaya. Ia apa ya? Ia.
会不会讲？帮你再教他讲一次。谢谢八姨怎么讲？谢谢阿妈。我爱苏巴的个八姨。我爱苏巴的个八姨。那个欢迎大家到崇德来玩，会不会讲？最后一句，欢迎大家到崇德来玩。Kalas kubadai miyah namut kiji melawa. Kalas kubadai miyah namut kiji melawa. 好，那个谢谢用德鲁古用德鲁古话说，德鲁古加油，谢谢再见。德鲁古加油，谢谢再见，会不会讲？再讲一加油。德鲁古加油，谢谢再见。德鲁古。加油！谢谢再见。成语四个字的，我问你国语哦。那我来问你几个哈，那个破釜沉舟什么意思？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我爸爸也有。背水一战。会不会？没有教过。你要多看故事书啊。哎，你自己再讲两个成语，比较难的成语，两个就好。半途而废。好，那造句，造一个句子。有没有那个垫子？有啊。半途而废的什么什么什么？再讲一次，我没有听清楚啊。弟弟半途而废的写功课。弟弟常常写功课，没有写完，然后半途而废。正确是像这样哈，再讲一个就好，再先讲一个成语。对，卡车来了。他刚才臭气冲天。
不能讲他的，自己讲。快点。想到没有？看到了吗？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结束了。妈妈，你干什么？不要，那下次再问你哈。那你英文好不好？英文？英文 OK 啊。英文 OK 哈、啊。英文跟男生，男生怎么讲？你就男生不会讲哈。啊。我问二年级的程度，你知道吗？男生怎么讲？英文。哎呀，不要打，不要打，让他跳。男生。要讲英文教你啊。女孩子怎么讲？男生，男孩子。二年级会教英文。你现在几年级？开始啊。那现在快要升五年级了。他们。BOY 怎么念 ？BOY。加大一倍就是。好，来，妈妈怎么讲英文？妈妈。完之后你不会被打。你跟我讲妈妈没有教哈，最好没有教哈，因为妈妈怎么讲？我忘记了。不是说还不错？八。你根本没有看后，英文都几分？不是七十几。七十几分吗？不是七十几。你是说扣七十几，扣八十分是不是？不是。是那老虎怎么念？老虎你是五年级程度哎。太阳怎么讲？一样啊。水呢？蜘蛛。都没有教哦。啊，妹妹蜘蛛。好，那你以后希望做什么？以后的希望理想是什么？要当军人、当警察、当老师，还是当什么？还是要做老板？有没有理想吗？心目中啊。对。想，你都想当什么？医生啊，歌星啦、啊，还是什么、啊、都可以，还是老板？你喜欢唱歌、啊？那你可以跳舞、啊。你喜欢跳舞啊？你喜欢跳舞、哦，那我下次拍一段好不好？你去跳练一段，我帮你拍一支放网路上。他会跳，你可以跟人家合跳，也可以自己跳，好不好？跟他那个表姐。哎，你要跳都跳男生的舞啊，朋友，罗志祥那种。那个很少跳。好，那下次叔叔你练好了，再叔叔再帮你拍一支哈。嗯。好不好？好，那今天谢谢哈，白姨谢谢哈。好，下次我再拍他新的母语哈。好，谢谢哈。我下次再准备一篇那个短篇的作文给你，然后你去把它变成母语讲稿。我有写了，就是比方说，我家住在崇德，前面有山，后面有海，然后山上有很多树木，有很多野生动物，山猪、山羊，我会帮你写一段，我会帮你写成一篇作文，然后你照着那个叫八姨教你怎么念，有没有？我都是会用得到的字啊，好不好？然后加油哈，好，谢谢啊，好，用母语说谢谢，再见。好，拜拜，你也讲一遍，谢谢，再见，会不会？好，我说八的，讲话，你就照着念就好了。我说八的。照着他的念就好。还有一款三色。不要给我摸狗。没事没事没事。好，那先录到这边哦，谢谢啊，白姨谢谢啊。给我洗澡。谢谢。